三星打算减少智慧型手机的产量，表示明年推出的新产品会减少30%。他们要强化中低阶手机的领域。三星强调了，透过大量投产，将会压低现有的机种价格，有助于拉抬全球的市占率，来迎战小米等等低价中国大陆的手机。